外婆。嗯，怎么还不睡啊，小刚？妈妈和九公都出去散步了，我……一个人不敢睡啊？嗯。来，上来吧。哎呀，今天晚上跟外婆一起睡，好吧？哦，太好喽。这事儿你没跟我妈说吧？没有啊，今天啊，差点都要说了，可到了最后啊，我还是忍住没说。没说就好，有空再跟他讲吧，怕他知道了担心。嗯，我也觉得你说比我说要好。哎，对了，我可没让那个陈子华认小刚啊。以后再说吧，现在不认，以后也要认的。咱们回去吧，啊。那我自由了。哎呀，哈哈哈哈，好啊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！哎呀，何喜之有呢？有道是劝和不劝散，你倒是开明得很呐、啊。坐坐坐、现在已经民国十几年了，你的思想应该开通点儿。打算日后怎么办？我想许兄应该明白我对令妹的一片心意吧。一直以来呢，我对令妹是倾慕备驾呀。我之所以这么做，可以说是为了她。这其中的苦衷啊，只有我自己知道啊。我懂，我懂。啊，做男人嘛。我之所以没有请媒人先登门，而是自己毛遂自荐，不顾体面的，无非是想表达我非此不彼的决心。一旦令妹允诺，我自当会请媒人上门，一切遵循礼法，绝不草率行事。还望许兄能够体谅我这番苦衷啊。哎呀，潘市长，愚妹能得到你的宠爱，那是她的福分，也是我们家族的荣耀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与那人与他好言相说，保管让你满意。你看怎么样？那我可就静候佳音了。好，曼丽，曼丽，哥哥，找我什么事吗？你看我忙成这个样子。哥哥又不是什么外人，哪有那么多讲究？来。一天到晚你都在忙什么呀？怎么没出去玩啊？去了，我才刚刚回来，你就来了。啊。有什么事吗？我刚从市政府回来，就上来看看你。哦，刚从潘副市长那儿来。嗯。我妹妹就是聪明。对了，那她跟你说什么重要的事了吗？当然有重要的事情了。是关于我的事吗？啊，不是不是，是其他的公务。哎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森龙公司处境有问题，都登了报了。哎呀，报纸你就不要理他了嘛，反正法院没有来查，你就不用怕了。法院倒是没来。那就不要紧张了，大不了你也找人写文章登报，民众啊就爱看这个热闹。哼，想不到你还有点政治头脑啊。哎呀，外国也是这样嘛，大家都这样，这个党那个派的，老是在报上打来打去的。嗯，有启发。哎，曼丽，这潘市长问你好，想请你吃饭。那他干嘛不自己来问啊？人家怕你不给面子，那多尴尬呀。有人请我吃饭，我干嘛不去？我有那么笨吗？好，那以后让他自己来请。哎，曼丽，这潘市长现如今可是钻石王老五，你不在乎，那别人可就抢走了。
好了，我还有头痛的事情处理，就这样。拜拜。给。谢谢。曼丽啊，表姐，打扮这么漂亮，去哪儿啊？我哥哥让我到沙逊大厦见一个很重要的朋友。重要的朋友？谁呀？一个高官要员。是不是那个潘副市长？嗯，哎呦，那是个什么人呢？那么大把年龄，真不知道哥哥怎么想。身不由己啊，这是必要的应酬。表姐，你陪我去吧。哎呦，我可不去那种交际场所，我结婚了。结婚也可以交际的，真封建。表姐，我今天叫你陪我去。好了好了，太太。客房吗？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嘘，表姐，你先去前面一下。哦、你等我啊。啊，徐小姐。我刚敲门，你就开了。我知道你肯赏脸，一直在这儿期盼着，请。太美了，怎么，我以前不漂亮吗？不不不，你一直都非常漂亮，不过你今天在我心目中那是更加美丽了。谢谢。请请，你看看你看看，我给你带了什么礼物。怎么，喜欢吗？不喜欢？你送我这么贵重的礼物，你太太知道不跟你闹吗？我们已经离婚了。哦？我终于是个自由人了。作为政府官员，我可不想在这方面让人抓住什么把柄。那我该祝贺你成为自由人，你可以好好享受你的自由了。可我一个人怎么享受这种自由呢？我什么事情都对你说了，难道你还不明白我对你的一番心意吗？我不明白。没有其他的事，那我先走了。曼丽，等等，你就听我一句吧，我做这一切呢都是为了你，就不说花了很多钱吧，就是我母亲也跟我翻了脸，这些就不说了。这许久以来我对你的心怎么样，你还看不出来吗？即便是一副铁石心肠也该融化了吧。那你想娶我？是的，我想我一定会给你幸福的。这件事情我还没想好呢，再见。哎，曼丽。谢谢谢谢啊，是啊，我真没想到。嗯，哎呦，我的小祖宗，你怎么去了那么久啊？事情办完了才可以走啊。办什么事情啊？表姐，看你这张疑惑的脸。这叫逢场作戏。逢场作戏？那你你不会？哎呀，这就是交际场上的游戏规则。我找你啊，是想跟你说我们家老四的事儿，你让我在这儿等你这么半天。你是说那个风流倜傥的程少爷？对呀。这件事情我感兴趣，走吧。子华。哎，曼丽，你怎么来了？嗯，我就来看看你嘛，怎么样？还好，你呢？我呀，还不是瞎忙活，没什么正经事。啊，对了，丹桂戏院最近出演一台新戏，叫《贵妃醉酒》，是小玉兰主演的。怎么样，能赏光吗？当然，我一定去。谢谢。嗯，那7:30，丹桂戏院，别忘了。好，拜拜。
拜。我这么打扮合适不合适啊？合适合适，这身衣服呀，特别显您富贵，是吗？是不是啊，子思？啊，挺好的。哎，子华呢？哎，好了没有啊，子华？来了来了来了！现在不过才6:30，车子1刻钟就开到了，这么早去干什么呀？我不喜欢踩着铃声进戏园子，匆匆忙忙的，看不踏实。子思，你赶紧去换衣服。小丽呢？妈，我这身又行了。哎呀，这像什么呀？又不是去上课，赶紧去换。哎，这小丽哪儿去了？小丽，我早就准备好了，不过姨妈，我不想去了。为什么？我不喜欢听京戏，那锣鼓吵死人了。我喜欢看电影。算了算了，随你，一个个都那么有主意。太太，车备好了。啊，来了，咱们走吧。好。怎么那么多事啊？又不是什么名角，不过是玩玩票的折子戏，有什么看头？哪那么多废话？走。你不知道，我父母死得早，我在北京上的法国圣心学校是住校的，什么事儿都得自己管，所以不太受拘束，也不太讲规矩。我已经有些感觉到了，女孩子这样好，独立性强，不容易受欺负。不过后面有反对的话。是啊，不过也别太厉害了，吓人。是吗？我吓人吗？有一点，总感觉到有点咄咄逼人。这样不好，我要改。当然不是对所有的人，而是……是什么呢？是我关心的人。那就好。这不加糖的咖啡真苦。四表哥，你在这儿啊？我到处找你呢。小丽，找我什么事？没事。没事，坐下来喝咖啡。咖啡太苦了，我不爱喝。小东西，怎么了？
你自己。我很好。是啊，昨晚你在沙文里玩得很开心。开心呢？你不开心啊？我不喜欢那个许曼丽小姐。你笑什么？笑你幼稚。四表哥，你是不是和他好了？说什么呢？那你为什么和他约会啊？小丽啊，你太小还不懂，这不是 x 加 y 等于 xy， 人是需要应酬的，而且我不听。反正我就是不喜欢你跟他在一起。二，嘘。妈，哟，是你呀，来坐吧。您在看《海上秋歌》呀？嗯，写的真好。这前面倒是写的蛮不错的，就是不知道后面会怎么写。倒好像你知道似的。我自然是不知道了，不过呀，我会猜。那我倒要听听。也就有两种写法，如果不按真实写的话，兴许会好看；如果按真实写的话，那就糟糕了。难不成他还会在书上骂他父亲啊？那就要看他有多大的胆子了。所以这书您读呢，是欣赏文学，像我们这种不通文墨的人读啊，也是对他的一种监督。我倒要对号入座一番，看看他写的对不对，有没有丑化哪个。刻薄鬼，就你心眼多。妈，这子华最近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，对曼丽呀好像冷淡了很多。哎，这个子华呀我也管不了了，随他去吧。妈，我觉得子华写这个海上秋歌是不是别有用意呀？写小说是好事啊，会有什么用意呀？好是好，但是他会不会是在对婉晴表达忏悔之意呢？不会吧，你个鬼心眼儿！嗨，我这不也是为老四好吗？行了行了，你呀，少管闲事吧。Hello， 来了。Hello， 你好。Hello， 哎，这是我的位置吧？今天定妆吧，我死赶活赶的，生怕迟到了。来，我们开始吧。这个，是要先换服装吧？不。哟，这衣服怎么不是很合身啊？你怎么穿着我的服装啊？你的服装？难道就没有人告诉你，你已经不是女主角了吗？小姐，这是我的位子，请你起来。行不行？算了算了，他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走。轻点，对不起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其实啊，我觉得那个角色最适合的就是你。谢谢。哎，陈小姐，陈小姐，等等。什么事儿？你去哪儿？我送你。谢谢，不用了。嗨，这种人就是流氓，你不用理会。要不，哎，我陪你散散心。我没事的，谢谢你。我先走了。
哎，雪梅，你来了，上来跟我一块玩吧。上来呀、啊！你怎么哭了？我的好妹妹，你怎么哭了？受什么委屈？告诉我，没准我能帮你呢。制片人为了捧他的情人，并把我的主角换成了配角，我不干了，就和他吵了一架。好，吵得好，不干就算了，咱们干别的一样活嘛。嗯。可是我喜欢演戏。那就回去把那个配角演好嘛，也是好样的，啊！别哭，明天哥哥陪你去，好不好？我还要再想一想。校长好，校长好。这什么人的课？怎么这么受欢迎？啊，你看这个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寻父。校长来。下面呢，我给大家朗诵一段贝多芬写给他情人的诗。这个程子思什么意思啊？明明是一个美术教员，太不像话了，还讲什么讲什么情书的艺术，简直是岂有此理。不再是我，就让我。哎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你回来了？你睡这里干什么呀？哎，我想找人聊天，可你又不在，就睡在你这儿了呗。你真够可以的啊，有事说吧。那我可说了。你说呀，你怎么比小丽还不痛快呢？你给我出个主意行不行？啊，花儿我都送了，这次我在课堂上大声朗诵贝多芬的《永远的爱人》。可怎么了？生气了？生气还不错了，他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哇、哦，真的？这个我骗你干嘛？你说他怎么这样？好了好了，就这事儿啊，我再给你出一个主意。哎，你说，你呢？继续送花，还是出局？继续甜言蜜语，还是永远的爱人？哎，嗯，哎，我刚从火坑里爬出来，你又把我推下去，你快得了吧你！你睡吧。我自己想办法。晚安。好好，咱们啊给何大侠打电话。刘先生。哎，何大侠。等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我们正要给你去打电话呢，既然来了，那就请进吧。不好吧？没关系，婉晴上课去了，她外婆和杨妈也都不在家。何大侠，你看我腿已经好了，你今天可以教我武功了吧？雪刚，这个送给你，等你腿伤完全好了，我再教你武功好不好？好啊。哎，上次方叔叔带我去庙会过生日的时候买的也是这个鬼脸。方叔叔。对呀、啊、你看这把小手枪也是他给我的。刘先生，我今天可以带小刚进城去玩吗？哎，那可不行啊，我婉晴她不会同意的。有您在一起怕什么呀？我还要去庙会玩。好，我们就去逛庙会。好。哎呀，何先生，你别为难我呀。您的约法三章里可没说不许离开芦花洲啊。我要去舅公，我还要去。好好好，我豁出去了，反正是最后一回了啊。什么最后一回？我们才刚刚开始，对不对，小刚？对。何先生，你是不把我拖下水啊？你不会死心的。好好好，咱们快点走啊，早去早回啊。快快快。哎，舅公。啊。哎，这不是程家四少爷吗？千万别跟婉晴和他外婆说呀，记住了啊。哎，好。哎，舅公，拿着你大罐。哎。哎。哎，记住了啊。哎哎。Thank you.
好了。奖品好，哎，套圈子了，来，都套起来。哎，好，来。刘工，你也套。快套。哎。套手枪，套手枪，套手枪。哎，套上了，套上了。手枪。套上了。哎。哎，好。套上了。太好了。套上了。小朋友。奖给你了，哎，嗯，喜不喜欢长大呀？喜欢呀，你长大了就可以跟大侠叔叔走江湖了。志刚，今天开不开心呢？开心。那以后还想不想跟大侠叔叔出来玩啊？想。好，叔叔给你买糖吃，来。那你先吃啊，何先生，咱们该回去了。不不不，我还要玩呢。大侠叔叔，你知道我爸爸什么时候来吗？他在干什么呀？小刚，你爸爸他也是做棉花糖的，他现在正在给很多小朋友做棉花糖呢。那他为什么不给我做呀？有一天他会的，他会专门带着做棉花糖的工具到你家里去，你想吃多少他就做多少。真的？真的，他亲口对我说的。那太好了。何先生，真的不早了，咱们真的该回去了。不行，我还得吃寿面呢。对对，生日的时候就要吃寿面，我们走。好玩吗？好玩。那你告诉大家叔叔，今天开不开心呢？开心。我想每天都和大家叔叔在一起。好，开心就好。小刚，记住啊，来，回家呢一定要听妈妈的话，千万别让外婆还有舅公为你操心。嗯，我知道了，我每天都哄他们开心。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我没事。小刚，走走走，快回家吧！啊，何先生，你今天也够累的，也该回去了，不然一会儿碰见婉晴，麻烦就大了。小刚啊，你回来啦、嗯！你瞧，我说不让你送到这儿来，你非得要，你闹得我这。哎，杨妈，哎，姐姐，程少爷，程少爷，快进去吧，来，这个给我，来，快进去吧。请进，别闹，来。哎呦，你怎么还进来了？你赶快走吧，一会儿婉晴又回来了，这不是给我找骂吗？这是。哦，太太，就留程先生在咱们家吃饭吧。哎呦，杨妈，你就别跟着一块掺乱了，你赶快给小刚洗澡去，快快快！好，我告辞了。你等等。陈先生，请您以后不要再到我们家来了。伯母，我并没有。你为什么总不放过婉晴啊？她欠你的吗？不，是我欠她的，欠你们家太多太多了。不必了，你欠她的这辈子都还不完，请您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们了。可小刚是我儿子呀。不，小刚不是你儿子，不是的。婉晴她已经承认了。那是被你逼的。我没有逼她。是你们误会了。误会？误会这两个字能挽回这么多年来你带给他的痛苦吗？这么多年来我们无数次的搬家，无数次的搬迁，为的就是要隐藏莫名的耻辱。他偷偷地流泪，把怨和恨都埋在心里，好不容易把孩子养大了，你现在还有脸来要孩子？你滚！
我们家不欢迎你。真是的，还补过生日，我看你啊是昏了头了。你干嘛不告诉我？我不是怕你着急吗？婉晴她说她要跟你说的。她到底想干什么？她想跟婉晴重归于好，婉晴要同意，她就过来明媒正娶；婉晴要是不同意呢，她就要小刚。什么？他什么力都没出就想要孩子，不可能。哎，这事说来说去都怪你，你就不应该让他去见小刚。这下好了，他见小刚那么可爱，能不要吗？婉晴，婉晴，谢谢。不过请你原谅，今天是和舅舅一起带小刚出去的。这些年来我走过不少地方，才明白了真正真实的只有心中的爱和头上的天空。我是一直爱着您的婉晴。何必说这些没用的话？两个不同的人在一起是没有幸福的。可我已经不是以前的程四少爷了，我也不是以前的爱婉晴了。那个爱婉晴早就死了，现在在你面前的只是一躯壳。你真的不能谅解我吗？也许我早就谅解你了。我们重新开始吧，让我来照顾你和小刚。四少爷，其实谅解你可以使我自己的心得到平复，但是我更喜欢这种简单的生活，我不想再去经历爱的疲惫。可我一想到你一个人带着小刚不知道怎么过，我心里只有难受。没什么，不管有多艰难，只要我看到小刚的笑脸，我就觉得很满足。你可以来看小刚，但是必须按舅舅说的办。快回去了。没什么，就是他说是舅舅同意让他带小刚出去。那你跟他谈什么了？妈，您别急。是这样的，我跟他说了，让他先回去，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谈。以后再谈？谈什么呀？我们为了躲避他们城公馆搬了多少次家，躲都来不及还谈呢。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。妈，我想过了，躲总不是个办法，我不想再躲了，只有面对。怎么个面对啊？以前他不知道小刚，还老来纠缠你，现在知道了，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。那总不能不讲道理吧？讲道理？他要是讲道理就不会到今天，他要是讲道理啊，你早就是他们家的人了。妈，你听我说。你呀，什么都别说了啊，你这孩子就是不长记性。妈，今天去哪玩了？今天上午我和大侠叔叔去庙会玩了，那儿可热闹了。什么大侠叔叔？他就是这么跟孩子说的。他说他姓何。什么？他怎么可以骗孩子？真不像话。我跟你说啊，跟你说，来来。妈妈，你认识刚才那个大侠叔叔吗？认得。他说下次还来跟我玩。
你可以让我去吗？你喜欢那个叔叔吗？喜欢，不过我觉得他有点可怜。他上次抱我的时候还哭了呢，还说他怕你。小刚，妈妈有点累了，你先去睡吧。嗯。这是谁的？是我的，你信吗？其实我第一眼看到我就猜到了，他跟你小时候照片一样。千万别告诉老太太。放心吧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小丽，你在呢？哎，怎么了？谁欺负你啊？还不是因为你。因为我？喊声秋哥呗。哼，哎呀，啊，没想到我都没有那么感动，却把你搞哭了。抱歉，抱歉啊。别油嘴滑舌的了。不跟你讲了，我还要再看一遍。哎，小丽，妈呢？去花园了。嗯，都不在，那我该去洗澡了。太太，阿福啊，最近汽油烧的不少，是不是老跑长途啊？哦，太太。最近呢，四少爷经常去采访，不是去码头啊，就是去车站什么的，路途挺远的。今天去哪儿了？啊，今天四爷哪儿也不去，就在家。我问你了吗，阿福？去了码头，去了大石滩。郊区的路不好走，开车小心点儿。钱够吗？够够够够。行，下去吧。谢谢太太。小刚，我问你，你喜欢谁呀？你喜欢大侠吗？喜欢。那方叔叔呢？喜欢。是滑头。到底喜欢谁？何大侠。还算你有点良心。哎呦，你看看这里脏的。哎呦，你们俩干嘛呢？瞧这孩子，最近跟着了魔似的，都是让那个何大侠闹的。太太，对了，这两天有没有新闻呢？没什么新闻，不过没有新闻就是问题啊。没错，我也觉得奇怪，这几天怎么一下子无声无浪呢？还需要好好查一查。嗯，对了，大石滩那边有什么情况？据说啊，日本军队已经撤走了，可是我没见，谁也没有看见，因为警察把那一带都封锁了。还有，又听说监察院派了个局长进行暗访，我也是道听途说，没有证据。那我去查一查，发挥咱们舆论压力的作用。啊，这是芦花洲小学的一位教员写的，已经写了好几封了，算是投稿吧。大概是关于平民教育的感想，前一阵我比较忙，给压下了。哎，怎么了？没有。这是我一个朋友写的。哦，那发不发？发，当然发。看也没看，还说发呢？你呀，有点责任心好不好？心。
远上，幽蓝的黄浦江，最初的一点亮，随着波涛荡啊荡。心感伤，夜太忙收场，错过了它飞翔，错过了它飞翔。